小林魔法世界二，寻找欧若拉公主第十三集。天空中下起了魔法糖果雪。寻找欧若拉公主可真累呀，我好想念魔法世界，好想念父王。哦，哇，镜子里面居然在下雪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哇，小林公主殿下。哦，可可管家，你还记得魔法世界里下的雪吗？当然记得了，以前下雪的时候，我和父王就一起在雪地里玩耍，那个时候可真幸福。所以如果想要守护魔法世界的幸福，就要快点找到欧若拉。我知道，我知道要快点找到欧若拉公主。小林公主殿下，你别生气，今天你就把这些烦恼全都忘掉，尽情的享受吧。啊，突然这样什么意思啊？魔法世界的国王特意为公主殿下准备了礼物。父王？哇，下雪了。哦，什么？下雪了？不可能啊，现在又不是冬天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树叶都还是绿的，竟然下雪了。原来父王准备的礼物是雪啊，他肯定也想我了，谢谢父王。小林，你尝尝，就像棉花糖一样好甜。嗯，好甜。你们也喜欢雪吗？当然啦，难道世界上会有人不喜欢雪吗？看到洁白的雪啊，所有的坏心思应该都会消失吧。你看，连克里斯和皮奥这两个坏蛋也开心得不得了呢。你来抓我啊，下雪了真开心。你们看他们怎么开心的像小孩一样啊。要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心都像这白雪一样干净纯洁，该有多好啊！看着这么美丽的雪，难道还有人会动坏心思吗？讨厌，讨厌，讨厌！我讨厌所有干净纯洁的东西。坤坤，你的邪恶旋律完成了吗？你不是说有信心让邪恶旋律萦绕整个世界吗？啊，那个，我正在认真准备，很快邪恶旋律就会取代雪，充满整个世界了。取代雪，没错，就是这个，很不错，坤坤。啊，我怎么了吗？就用黑色的雪来取代洁白的雪，只要黑色的雪落在人的身上，人的心灵就会变得黑暗。要拍了，三二一，茄子。天怎么突然变成这样啊？好奇怪啊！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啊？不行，我去去救回。好像有什么阴谋。 X 女王，小林，你听说了吗？天空正在下黑色的雪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我这就去。不行，小林公主殿下，黑色的雪停下来之前千万不能出去。为什么？这是黑魔法，如果黑色的雪落在人身上，人的心灵也会变得黑暗。人的心灵也会变得黑暗？如果黑色的雪花落在欧若拉公主的身上，她很可能会变成黑魔法战士。什么？那如果若拉
真的是欧若拉公主的画。不行！黑色的雪花落在身上，好像做点坏事啊！哼，我也想做坏事了。可可管家的话没错，不能让雪落在身上，这样下去不行。夏天若拉，小林，你的胸针、衣服、裙子，我全部都讨厌。就是，真讨厌。你们的心思正在变坏，我快先打上伞好不好？拜托了。说什么呢？不行，快帮帮我吧，魔法便利贴。你好，小林，我是魔法便利店的兼职。请问你需要什么？我想让雪停下来。自然现象是不能随意改变的。这不是自然现象，这是黑魔法啊。小林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告诉我你喜欢什么苦味的糖果？现在是吃糖的时候吗？不过，当然是草莓牛奶味的糖最好吃了。我就知道，那这个给你吧。风车，这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到下班时间了。一，哎，等等，二，三。可是这个风车和黑色雪花有什么关系啊？既然是风车的话，那就转动起来吧。起来，降下充满魔力的糖果雪吧！烦死了！我刚才也怎么会突然发火呢？怎么回事啊？黑色的雪花停止了，邪恶的气息好像也消失了。不好了 ，X 女王，人们吃了糖果后重新变得善良了。既然他们这么喜欢糖果雪，那就让糖果雪下个够吧。啊 ，X 女王，难道连你也变善良了吗？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。什么？你这小子竟然敢这么说？啊、对不起。糖果雪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给我看好了，糖果雪。如果你不能变得黑暗的话，那就变大了，比岩石还大，比房子还大。如果被那玩意儿打到，就完蛋了。
的心，凝聚起来吧。胸针在发光，看来胸针感应到了我们急切的心情。你们准备好了吧？魔法之心，小林，魔法变身。有些人尝尝这糖果的味道啊。水晶魔法旋律能量，现在所有的人都应该被我的黑魔法糖果雪吓坏。 X 女王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，所有人吓得到处跑。啊！怎么了？他朝我们方向滚过来了！你们看到没？刚才他动了一下。欧若拉公主肖像。当天空中出现一轮弯月的时候，画中的少女就会露出她的面容。天空中出现一轮弯月的晚上，你们要做什么呀？魔法之画，让我们看到你的脸吧。小林魔法世界二，寻找欧若拉公主。